想问一下，假如说有一天我洪亮去要饭了，你们能为我挂筐吗？我能，因为既然我选择跟你在一起了，我就会和你同甘苦共患难，为你做一切。谢谢谢谢。我俩分开呀。你往东走，我往西走。对呀、啊，完之后走到家门口结果。我不会就是让你去要饭，因为我有能力。我会工作去。你会选择谁呢？要考虑得很谨慎。对。五号小辣椒是吗？好。掌声送别雪和琳琳。小辣椒，其实你在我们这个小伙子从上场到现在，其实你没多说几句话。对。啊、跟你以前的这种表现很不一样。能告诉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吗？我感觉他一上台的时候，心跳就说挺快吧。结果我就是没有什么问的，不知道问什么，但是我心里有把握，他肯定会最后签的是我。为什么？凭感觉吧，女人的第六感。谢谢啊。接下来爱情大考验，来看一下纯度、速度、力量、方向和默契。爱的纯度吧。来，小二上白酒。哎，来了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说走咱就走，好样的，我走吧。不行不行，你得说点感人的话。这个时候你都喝完酒就酒壮英雄胆了。哎，大家发现没有，这手一拉上他不嘚瑟了。找着感觉了，有定力了，是不？对，我就是他的感觉。燕子，啥也别说了，走吧。看你镜头最后一幕吧，就像子弹多。我为什么没资格干这事？告诉你，你不配。啊？用点用点。叫张成，今年25岁，我来吉林省吉林市。我的个人宣言是：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肝，你是我心目中1/4。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，看谁的感觉比较好。接下来场上16个女孩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，很有激情的一个小伙子，请选择。你的任务最少灭一盏灯，没有感觉不来电的啊。好，二号学员，哎，我说你凭啥灭我灯啊？你就你那二喝的样，我就寻思看一下你那下一个短片，你还灭我灯？我长得不好看咋的呀？我就没选择，我说你就不用我这边看，我就没喜欢你这边看。哎，你说话能不能把头好好整的？别摇，你吃摇头丸上来的呀？对了，那得了，咱俩没啥唠的，我正常人，你不正常人，拉倒吧。他是啥菜？你觉得他不是你那盘菜呀？你想要的是啥菜呀？我要的是土豆丝儿。他是啥？他是萝卜。那行，就雪原是萝卜，你要土豆丝儿。那琳琳是啥呢？啊？哎呀，你是喜欢上琳琳是咋的呢？咋就这酝酿这么久？就是感觉的、啊、太胖了。我得回没让他选中，因为我不想当土豆丝儿。然后呢，我刚才也是忘灭灯了，我看入神了，这拧他，我以为进动物园了，看见蛇了。是吗？
谢谢你。谁伺候大儿子？我觉得你那站姿啥的，好像肚脐眼拔罐子找抽呢。站一辈子了，没招了，算了。咱能不能好好站着？哎，对，这现在呢？用上两分钟还得抽。太小瞧人了吧？哎妈呀！别说这太大了，我害怕呀，吓死我了。咱就这么站利索的，行不？来看短片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成，我来自吉林省吉林市。今年24岁。家里去独生子一个。妊娠肠子当六七次伴郎，个个都当赖了都。学了2年厨师，然后学了。杨就不干了，杨就从事电焊这个行业学了3年。我现在想开个豆腐房，就是在筹备当中。铁节俭一个人，外套就仨，裤子就俩。然后说起，攒钱，给媳妇买好吃的。进来好出镜，我想问一下你总动你，我感觉你是不是会跳舞啊？还行吧，不是。那你给我们跳一个呗，反正你咋样都是动。可以。真会呀。对，哎，你一点也不腼腆，一说跳你就马上就跳。我这人有个毛病，我特喜欢掐人，也特喜欢挠人。我刚才吧看你镜头最后一幕吧，特像许三多。我这人得喜欢许三多，一直就想掐他一下，能不能满足我这个愿望呢？能满足你的愿望。那我来了，别怕啊！哎，我快躲开。你，我就奔着就过去了，我走。用点力！哎呀，这个脸呢，我都没法瞅了。他呢，还掐许三多呢？当然掐许三多了。完，哥们儿啊，你这下掐白挨了，算人许三多账上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公平啊！张成，他是奔着许三多掐的，要么你也回掐一下吧。可以。你忍心吗？忍心。你舍得吗？舍得。那你是坏人。我坏吗？你看我这么可怜。肠啊，咱就听张鑫这小动静，这含糖量老高了，你忍心往下掐吗？啊，你不会那么抱一个可以吗？抱一个可以吗？张鑫，这他说以从掐改为抱了。那就抱一下吧。张成，你要考虑好啊，抱了之后你可能会遭遇到其他女孩灭灯的待遇。不怕那个事儿，根本也不管了哈。来，哎呦，在你心中，你以后的妻子和你的父母哪个更重要呢？我的妻子是更重要。兄弟，看看你爸在台下，你这话一出他都擦汗了。这儿子又白养了。你是你父母把你带到这世界上来的吧？对啊。你把你父母排到你妻子的后面，你觉得对吗？对啊。我可以。我觉得你这人，首先你不孝，你都做不到，你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这儿？我为什么没资格站在这儿？告诉你，你不配。啊？有资格站在这儿子？你更没有资格。我们眼瞪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总晃悠我迷惑。第二是因为看现在看你不孝。对呀、啊，我也没看懂你啊，你也不是我那帮菜呀、啊。更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更不配。站长，首先肯定一点啊，常见指出的这个呢，孝敬父母这块绝对是没错的。对。同时在这儿吧，我觉得我也相信你，因为可能紧张的关系，语言表达的问题，也不是就是说把媳妇儿排在前面了，就一定等于他不孝顺父母了。所以这个问题吧，咱们分开来看。不知道我理解的你这个意图对不对？对，我说的是意思，
就是媳妇呢，然后是娶过来以后，俩人像双方孝敬父母，就我是这个意思。啊，那明白了。我是这个意思，不是那你们大姐理解差了，我是这个意思。这么这句话更让他生气了，你管他叫什么？他说大姐理解差，我理解差了，师傅。你应该这么说，在亲情里头，我爸妈我最大，然后在我的爱情中，我妻子是最大的。我觉得你要这样可以更好。我想鼓励他一下，虽然你这次失败了，但是你有勇气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就是最勇敢的，最棒的，加油。我试着勇敢一点，你却不在我身边，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。